好，现在开始记录自己的工作日子，原因是因为现在呢，这个网络平台啊，放这个自己的生活有趣的事情很重要啊。你看，我们这边录影就会遇到叫麦哥，我头发变弄灰，乐之多星台柱叫麦哥，没有，风筝无双那个叫麦真是厉害，没有，好强啊，大家都笑得好开心。还好，就是本业嘛，厉害啊，没错，而且香水好香啊。接下来呢，正常来到摄影棚就会先进一个熟悉流程的动作，我们现在就开始对稿啦。好的，现在来到了棚内，这里就是欢乐制作星的侧面。好。那通常我们都会在这个时间呢，跟艺人朋友哈拉一下，然后接个麦准备上工。为什么要跟艺人朋友哈拉呢？因为等一下就要一起录影，所以透过这个哈拉的过程，能够增加大家在这个节目录制过程中的一点默契啊。等一下就是一个舞台剧的宣传，疯狂电视台。那因为刚好今天来的人都跟全民最大党有一点点关系，除了女生，其他没关系。除了我在最大党里面模仿经典的角色就是这个打球了，赤木刚宪。以阿拉影城的电影票，白富长的旅行箱，打开卫视中文台，欢乐亮起来。